最难脱单的星座。身边有很多人，明明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，可偏偏一直找不到对象。其实多半原因都出在自己身上，你不表露真心，对方又怎么可能知道你的心意？所以有时候试着改变一下自己，可能脱单就会变得很容易。处女座，处女单身的理由有千万种：工作太忙不想恋爱，气场不合不想恋爱，天气太热不想恋爱，反正只要他们不愿意，什么都能成为他拒绝你的理由。但你别看他们外表那么强势，内心也有柔软的一面。多数时候处女是不知道怎么跟对方敞开心扉，不知道怎么跟你去相处，所以才会给人一种不近人情的感觉。其实他们内心对爱情还是抱有憧憬的，只是懂他们的人真的太少。金牛座，金牛是出了名的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即使遇到喜欢的人，他们也可以装作满不在乎。在金牛的世界里，好像根本没有主动这一说，他们总是在等着别人向自己告白，所以错失了很多爱情。而对方因为久久等不到金牛的回应，也会默默关上自己的心门。一个原地不动，一个若有若失，想要脱单真是件麻烦事。